sent away for so is catch up the tempo to show you'll find the way to swing, swing the beauty swing, crying like a light and rain, a stirring and dramatic wind, wearing a masked thing belongs to Halloween. Okay, all right. You can hear the texture full of charming. You can feel a kind of mood. Come to the bed about defending beauty. Find a place to sit down. Feel the basic rhythm and adjust your pitch. Prepare summer dream.你看完记得告诉我啊，你一定要夸我的，因为你只告诉我雷启泰和维维安这两个名字，我是从雷启泰700多条微博上千条评论里面才把那个维维安找出来。那个微博名叫什么？莉莉周的维维安。哇，我听到这个名字就很生气耶，这考验我普通话来的。你看一下啦，微博相册，你看看那些照片。 咦，22，什么22啊？这位维维安小姐22岁，就算你现在再年轻10岁，还是比她大4岁。谢谢啊。是不是有些郁闷？辛辛苦苦啊，搞时尚杂志搞了10多年，花心掏肺叫那些小姑娘怎么穿衣打扮，要体面、知性又健康的生活。 好了，现在学会了，开始抢你男朋友。很显然啊，他一定不是盛装的读者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那么高兴呢？我是气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好像一瞬间我们都被那个恋爱市场里面驱逐出去。哎，这些90后、95年的小姑娘啊，野心全部写在脸上，好凶猛的。不要这样说他们，也不要这样说我们。 那你就打算把雷启泰拱手让给那个小姑娘？这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哪怕再愚蠢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比起这个更让我受不了的是，他居然在那个什么彩虹下做什么，怎么想的，疯了吗？对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疯男人，让我们陈开怡拿着玫瑰花站在公司楼下等他下班呢。你要是敢告诉任何人这件事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，谁要说我也会杀人灭口。不过开一样，我觉得呢，好在你赢了向霆锋，盛装还是你的，至于男人嘛，其实到处都是啊。嗯，我还一直以为爱情会是我输了盛装之后唯一的安慰奖，没想到我唯一输掉的是爱情。 所以你觉得那个雷启泰和维万真的是爱情？有些男人根本就不配拥有爱情，他们只懂得控制、欲望、占有，像爱情这么精巧、细腻、伟大的东西，他们就算了吧。哎，金明姐，哎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开姨，鲁冰冰想对付你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 前两天，他跑来跟我喝酒，说他做了昧了良心的事儿。我问他什么事儿，他不跟我说。今天我一问他，他还是不跟我说。但我觉得是冲你来的。向霆锋怎么样了？没醒呢。还没醒？他不会成植物人了吧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了他的那个医生啊，他那医生说他脑子没有受到重创，但又说。
这人脑很复杂，也没有什么百分百肯定的。君明，萧红雪已经正式上了宣战，这段时间你能回避就回避，我不想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最好等到我们两个斗到尘埃落定了，不管谁输谁赢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。你们非要斗吗？我邀请他做我的副主编，他没同意，说要跟我斗到底。哎，你说这个萧红雪会不会是为了给向霆锋报仇，所以才要对付你啊？我真的觉得向霆锋现在昏迷的那个 timing 怪怪的哦。你是说这个车祸是他自己整的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哦。你想，他一出事，总部对开仪的任命就会延期嘛。那至少现在出版人的这个工作暂时没有办法交接，一切都要等向霆锋醒过来才说。那他多昏迷一天，那整件事情就会多往后延一天，那鬼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醒啊。我想明白了。你想明白什么？鲁冰冰手上一定有什么大牌，向霆锋在帮他争取时间，在他昏迷这段时间，如果鲁冰冰能掰倒开仪的话，那他醒来以后还是当他的出版人，那如果这事不成的话，反正也不关他事儿，人家昏迷着呢。不会吧？向霆不是这样的人吧？我觉得他是不是怎样的人不重要，现在我们最应该搞清楚的是那个鲁猫子他到底要做什么。他呀，他知道雷启泰之前查账的时候，他拿雷启泰要挟过杜霞。雷启泰谁啊？如果鲁冰冰帮着向霆锋对付我的话，那我唯一的软肋应该就是雷启泰。老板，钱给你了。好嘞。喂，我是李娜，有一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跟苏红说。你醒了，你回来了。你回床上去睡吧，他们说了你在医院熬了一晚上了。我没事儿。
小主编和向总还好吧？你还好吗？我挺好的呀。我觉得我是不是伤害了你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这两天我一直陪着小主编，看他在医院里忙前忙后，看他坐在窗户边剥橘子，我觉得人真是孤单。我只是想帮你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帮你忘记之前发生的不好的事情，怎么才能让我们回到从前。丽娜，我想辞职去念书，再考一个学位。为什么？我想变成一个更强大更有力量的人，我不想一直做只能站在旁边帮着端茶递水的人，我一点实际的忙都帮不了小主编，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可是你已经尽力在帮他了呀。不一样，李娜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乎一个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和他一样强大的人，甚至比他还要更强大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最关键的时候真正被需要。梦幻般浪漫，迷途能返，烟花般绚烂，原地打转，别什么心，为什么所乱，可惜不安情愿辗转，星星和遗憾，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，骄傲满满，也曾经沧海，也曾经温暖，一双手点燃最悲欢展，怀抱着最初平凡的信仰，在一条少人走的路上。向总醒了。对啊，你一去便利店他就醒了，醒了就说饿，那我就去打点粥给他。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慢慢吃。可不要。前台小米来找过你，干嘛？说陈主编交代了，让你到了公司去找他一趟。好。哎，小米挺着急的啊，让你一到立马去找。着什么急呢？等着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发什么神经啊？搞什么？还演？你真把自己当影帝了啊？我演什么？鲁冰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也不是朋友了。谁跟你是朋友啊？走开！他哪来的？是不是疯了？还搞个热咖啡，吓死我了！疯了！
快点快点快点！小龙，小龙，小龙，什么事儿？多大的事儿？小龙雪这招太狠了，这根本不是要抢主编的位子啊，他是要让陈开怡死。啊？进来吧，正好都在。不是他。 但所有人都会认为你们在逗我。老大，现实不太方便。进来，关门。事情现在是这样子。说吧。现在这个事情啊，确实挺棘手的。从目前网络上监测到的舆论数据来看。 男女道德问题还是其次，大家普遍更加关注的是性贿赂指控。你看，又有性，又有贿赂，再加上你在时尚圈、文艺圈的社会身份，窦文有什么办法吗？我们现在公关部做的第一，追究酒店的相关责任，像这样的视频肯定是涉及到客人个人隐私的，怎么可以流出去？所以必须要让酒店负相关的责任。第二，我们会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，尽快去删除这些网络上的视频。 但这个基本上很难，而且合理预测，舆论还会在短期内形成更大一波浪潮，我们得扛得住才行。第三，凡是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，我们都交给律师事务所，由他们全权处理。向宁峰，应该醒了吧？今天早上醒的。 罗彬罗彬怎么还没到公司啊？早来了。你找我？老罗，你是不是很想做副主编？什么意思？或许还有股份。 你说什么？我一直在想，向霆锋到底许诺你什么了，能换你去发布那些视频？哎呀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是我发的呢？ 我也很好奇，我很震惊啊！这儿就咱们两个人，咱们就都说真话吧，好吗？毕竟这么多年，我们的所有时间、精力、坚持、热情、爱恨、理想，都在这儿了。你确定你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吗？ 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让所有人都赚到钱，然后过体面的生活。有钱就能体面吗？没钱肯定不体面。当年你跟秦敏一块儿进的盛装，那个时候咱们三个都没钱，你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不体面吗？那个时候。 我每天晚上陪客户喝酒，喝通宵，喝到吐，吐完继续喝，然后到白天。到了白天之后，所有人都走了，就我一个人走到地铁站，坐在一个角落里，等着每天第一班地铁。这生活体面吗？你当年喝的那些酒，卖出去的每一本杂志，现在都在外面挂着。 你可以去翻翻看看，你看看哪一期的杂志内容是让你那些酒白喝了的。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在销售和广告营收最困难的那一年里，
我们做出的杂志内容重新定义了行业里的内容标准。老鲁，我们一开始做杂志就应该知道，杂志的价值不在于赚多少钱，而在于给世界留下了什么，我们为读者传递过什么。凯姨啊，你说的这些道理我早就不相信了。对，我知道你要是相信这个就不会去发布那些视频。我已经通知人力资源部正式解除盛庄和你的劳务关系，需要支付给你的赔偿金一分也不会少。只要我还在盛庄，你就不可能在这儿。陈开仪，你还是你啊，这么多年一点儿都没变，还是用理想来给人洗脑，用权力来打压那些不相信你的人。而这个理想就是你掩盖权力狰狞的幌子。你看现在咱们聊了这么长时间的理想，终于狗急跳墙了吧？该说的我都说完了。视频是我发的，是我到酒店找那些高层花大价钱买来的。我才不想当什么副主编呢，我就是想让他们看看，让他们看看看看这个高高在上的陈开仪，这个只要有一点动作就能改变时尚方向的大主编，其实就是一个烂女人。老鲁，人的堕落是从不相信爱开始。在这哪等到了？你说我哪碍你事儿啊？这儿要下班了，这个楼上这么多人呢，你们堵在这里，我们人怎么出去啊？这么大个大堂，下班他们走上去，门就在后面，也不影响。不是你们，关键你们这么多人在这儿呢，我们领导看到了，马上下班，你们堵在这里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现在不能去，你说什么都是错。舆论黄金窗口期很短，不是你平常一直强调的？这次不一样，凡是涉及到丑闻性质的两性关系，他们才不管你什么真正的是非对错问题，只想看到的是出丑。所以现在只要你下去站在镜头面前，无论你说什么，一定会成为被利用的素材。可以听专业的，直接去地下车库好了，我把车开到地下车库门口，然后你上车赶紧走，车钥匙给我。你在犹豫什么？李娜，你是不是学那个柔道的？不是，跆拳道。随便，你陪在凯姨身边送她上车。
有这么夸张？你听明白了吗？我听明白了。你回来了，医生说我好了，可以出院了。这货是真还是假的？什么？你知道我问的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货是真还是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昏迷呢？是真还是假的？你到底想知道什么？你到底在问什么？我现在好了，可以出院了，这样不好吗？这样好吗？小主编，我们赢了。我们还没有赢，现在说赢言之过早。我们只是点了滴。我们不是你们。我一直告诉你不要轻敌，你总是不听。现在你看到了，我们差一点全盘皆输。如果你到现在还怀着某一种奇怪的道德感，我们总有一天会一败涂地的。你现在还归结为奇怪的道德感？我们在打仗啊，我们在跟全行业最难缠的陈开怡打仗。所有跟输赢无关的事情，尤其是一些不必要的情绪，都是包袱。带着这些包袱，我们是不可能会赢的。这只是赢和输的问题吗？那还有什么是问题呢？两位老大，我问一下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地方聊呢？玛丽停车，玛丽不能停，继续开，继续开。没事，你走了，他们就撤了。对呀，反正他们针对的是你，又不是李娜。哎呀，你就别说话了，赶紧小心开车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直接下的地方？公司肯定有内鬼。这怎么还说你粗话？粗话？我他妈还想打人呢！李娜已经帮你打了。看到了，精神病。这个李娜真的是个傻子，她会为陈开怡拼命的。李娜不是傻子，她不傻，你傻吗？走吧。会得留下来帮我一阵子。帮你？帮你干嘛？陈开怡肯定当不了出版人，一把手肯定是你啊。总部现在只是把这根骨头扔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总部开除陈开怡是迟早的事情吧？现在网上已经是传得滔天巨浪了。网上那些都是虚的，要让这把火烧到更疼的地方。你觉得现在烧的还不够疼吗？你觉得呢？啊，李娜，你不是送博头去了吗？你怎么送成这样？你干嘛去了？怎么了？啊？不是你这样，我怎么给你遮伤？我得用多少粉底液能遮住啊？啊，干嘛？不
知道怎么让这个世界记住我了。你会剪头发吗？啊？什么？你会剪头发吗？我剪头发干嘛？你这是怎么给你遮呀？剪头发？我不会剪头发。楼下有理发店，你告诉我你要干嘛？啊？带我去。啊？带我去。还撑得住吗？嗯。坚持一下啊，等一下我们就去 SPA。小主编，嗯，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？我们玩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我们互相问问题，你可以选择不回答，但是回答呢，一定要是真话。可以，好，你先问。您平时都是用这种方式来释放压力的吗？不是，我现在没什么压力，我只是觉得一切都好荒诞。荒诞？什么让您觉得荒诞呢？花虽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你要学习。哦。到你问。今天向总到底和您说什么了？我没有任何打探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关心您，但又怕自己关心错了。当然明白你的心意呢，但这个问题呢，我选择不回答。你可以问别的问题。你会放弃盛装吗？这位是，我知道 Vivian。喝点什么？我都行。姐姐，请问有没有果汁？没有。情况就是这样。我听说最晚后天我就会被宣布停职。您知道的，我们公司对这种事情看得非常重。一旦账目上有问题，我在圈子里可就完了。你给盛装投广告属于正当动作，每笔广告都是按照正常的刊例价给的。至于，我想去一下洗手间，可以吗？行。谢谢姐姐。李希泰。真行啊你！先聊正事儿，一会儿再道德批判。至于杜霞给到你的抽佣和返点，行业潜规则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没有给你公司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，这个你要想办法斡旋。他刚才我不好说，返点的事情我可以应付，关键麻烦是行贿了。怎么传出来的呢？现在追究这个没意义，关键是要怎么面对。那你有办法吗？有，但是很恶心。什么办法？跟你结婚。什么？你看我说很恶心吧？这哪恶心了？你当然不觉得恶心，你是一个网红在财务下比心的人，你当然不会觉得恶心。没心情跟你说。我也没心情跟你说，先跟说正事。
爸妈有别的办法，我也不会这么做。想来想去，就只有这么一个办法，而且必须要快，在向霆锋把网上的舆论风暴转化成更大的伤害之前。这向霆锋是疯了吗？他没疯，他只是黔驴技穷了。我看你倒是疯。谢谢啊。嘿，你别冲动。是老东西，挺记仇。行了行了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嘛，漂亮吗？漂亮。你认真点。哎呀，你神经病吧？见个李娜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我不是怀了孩子吗？身材胖了，皮肤也没有以前好了。没事儿，稳住啊，别紧张。一会儿呢，咱俩就把这个给了，给完了咱赶紧走，好吧？你说，他真的就是为了找咱们要钱的呀？那不然呢？咱跟他还有什么可聊的？咱还真给啊。这50000块钱可攒了老长时间了，他自己都说了不要的呀。他说不要就不要啊，他不要钱，我还要脸呢。哎，这有人了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？娜娜。真的是你啊，你现在变得好漂亮啊，跟你们杂志里海报一样。你们呢？你们过得怎么样？我们跟你不能比，他那个健身房的生意吧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我的妊娠反应又大，每天吃啥吐啥，肚子里这会儿天天长个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现在多走几步路都会喘，每天洗衣做饭，想让家里老人家过来帮帮忙吧，租的房子又小。行了行了，别叨了别叨了吧，有完没完？当初是我逼你结婚生孩子的吗？这不老同学见面先聊几句天吗？你聊归聊，别埋怨这埋怨那个的，说出来好像人觉得咱过得不好似的。咱俩现在就是老百姓的生活，图个安稳，知道吗？完了，我眼睛要肿了，我明天录不了节目。好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明天休息好不好？休息一天。我怎么休息啊？你又不养我，我要赚钱啊！你要和他结婚。我不是跟你反复解释过了吗？啊，我现在遇到了很大的危机，对不对？啊，来之前你可答应过我，你会非常勇敢的跟我一起面对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勇敢，你才勇敢，你全家都勇敢。我今天来就是怕你，你前女友搞不清楚，现在好了，一瓶水都没喝完，你们搞清楚了，我成你前女友了。那我答应你，等我渡过难关，我就跟他离婚。不行，那他得多伤心啊！你现在已经让我这么伤心了，你不能让姐姐也这么伤心。那你让我怎么样？你凶我，我们还没正式分手呢，你就凶我。你们俩演完了没有啊？接吧，好不好？你说的我都同意。
但是我得先声明啊，这场婚累了。你们现在可以离开我家吗？谢谢。姐姐，我还能跟你做朋友吗？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家，我很喜欢你。你还是喜欢他吧。走。过去的路不回头就过去了，此刻的心抬头就在那，心里的忧郁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沉淀成夜曲，渐远的背影不忘记就还在那，未完的梦不放弃就拥有，风中的奔跑冒着星辰夜雨渐渐发展成曲，哦，想要的爱我先给予，拥你在怀里想紧抱住自己千丝万缕沉默不语，想说的爱梦幻般浪漫，迷途难返，烟花般绚烂，原地打转，被什么吸引，为什么所乱，一颗心不安缱绻辗转，星星和遗憾，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，骄傲满满，也曾经沧海，也曾经温暖，一双手点燃最悲欢颤，我的梦醉在朦胧星空，苍生在茫茫人海中怀抱中，最初平凡的信仰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，星星和遗憾，星星点点在推波助澜，骄傲满满，也曾经沧海，也曾经温暖，一双手点燃推杯换盏，我的梦醉在如朗朗星空，藏身在茫茫人海中怀抱，少有人走的路上。